好了，26层只有兽类可以进入，我们用光兽队再挑战一次吧。带入一系列比较好，还是用一下这一队好了。有玩 Crash Fever 吗？没有，我们先打其中一只先带走。先练吕布或关羽都可以啦，两张卡片都蛮强的，不过都可以练一下。对对对，好，这边遇到这个呢，我觉得版面还蛮适合开大号令，但是他不给我开，好吧，那我就只好先来转喽。67，起康宝，哦，我们打蛮痛的。好，那在这里呢，我想要先把我们新珠留下来，好。两小回合可以补个血量，哦，好，需要开这个吗？先不开好了，好，开了，开了，开了，开开开，都开都开，没关系。黑土板换的频率大概多久一次啊？蛮久的，对对对，只要基本上不坏就不换，不坏就不换，有没有押韵啊？还是没有？用哈萨达比较好，我当然知道哈萨达比较好啊，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有哈萨达，对不对？电绘版有在电绘啊，怎么可能为了玩什么买电绘版啊？太蠢了吧！有人平常有在画画啊，这个都开都开，这样倍率感觉差不多耶。下一关可以洗技能吧，所以我开这个好。OK， 没问题。下一关应该是可以洗技能的。对对对，好，这边就爆发就全开吧。第四关这边，三 combo。好，不要天降光珠啊！洗技二，天降了。带走了，好吧，我想想，大号力这边也不能开了，所以这边也没办法开爆发了。可恶，天哪，好吧，这边爆发也是全部都不见了，这就被整了。好，我们开个这个格里芬，回个血量。这边应该是感觉还是有点吃紧欸，这个这补血量是不是有点吃紧啊？好 ，OK， 补个血量，拖一下回合数。好，来了，差不多了，我们这边应该是可以开，好，开一个爆发。那主要是开我们龙科，应该是可以把它给带走。好，这样子，不能带走的话，我们就花第二回合。因为这个龙科蛮特别的，我带的是可以转光珠跟延迟它一个回合。对，其实还蛮 OK 的啦，这龙科还蛮 OK 的，只是光珠不能留太多，不然到时候版面上面全部都是光珠了，会比较难转 combo 这样子。好，会延迟一回合，这龙科还蛮强的，但是我攻击好弱。按兼具光伏击效果，好，先开这样子。不过这版面也太难转了吧，还是尽力再转好了。OK， 这样子好。5、6、7，天降到7 combo， yes， 好。他怎么还会打我？好，那在这里呢？这边不行啊。可以，我知道怎么转了，先开这个。好，我知道这怎么转了，这转的是有点机车，可是是可以转的啦，就像这样子把它给撞掉。 OK， 哇，天降好多，天降救了我，好险好险， yes， 天降救了我。好，那这边呢把它给带走吧，
应该是没问题啦，应该是没问题吧。比较有问题就是那个光珠吧，我在想，那光珠真的好难消哦，太难消了吧，怎么搞的？想一下这边要怎么消呢？好哦，这光珠真的好难消啊！这队友真的软，真的软，真的软，不开玩笑。好了，我开个这个，不然到时候死掉就麻烦了。好难哦，这是好难哦。好啦，我这边斜转斜转再斜转。哎呀，这样子好。哎哎，好。一个转的不是很好，但是应该是可以吧。哇，带走了。哇，好，第五关。第五关这边才是真的难，真的难。两秒转珠，然后有一堆小怪。转个全力攻击啊。这边难的原因是因为对有那个有只有两个小怪，好开个这个，然后直接来转，应该是可以吧？好，尽量了，尽量尽量。哇，天降好多，天降喽！九 combo， 没问题。哇，快带走了呢。好的，我想想，这边应该是可以手转带走啊。应该吧，我想想，下一关可以，这边可以手转带走，开个大号令好了，保真的保险，真的保险，没带走就真的糗了。好，反正下一关我觉得是可以洗一下技能的。好的，顺利带走了，感动，两行泪珠流下来。好，那边来到第六关了，第六关这边呢，哎呀，那个，哎，他转掉新珠了，是怎样？哦，我的新珠啊，哎、欸，怎么这么刚好？就是转掉，就是转掉新珠，其他珠子不转，就是转新珠，太会了吧？这个有够会的。好啊，这边也是慢慢的洗技能了啦。重点在于呢，我们要把技能洗到好。我也很想那个快转啊之类的，但是没有办法。睡觉的晚安喽，用同一队在打，哈哈，真的吗？太棒了，那你应该可以感受到我的很厉害的那个吧，感觉吧。好，那边六 combo 以上，那我们这边开这个欢欢，持续增伤，对，差不多了。好，我们这边直接来转吧，因为这个他的技能真的是蛮机车的，不是，重点在于这一张。这个敌人打 CD 打9000多，所以是非常的头痛，让我很头痛。好，没有骷髅头，我们就继续来吧。这队打这么痛，对不对？伤害那么厉害。好，觉得我们花三个回合解决他就可以了耶。好。六有六 combo， 刚刚好 ，yes， 刚刚好，剩下就是爆发全开啦。第二阶段越战越强，那我们这边爆发全开了，好不好？这个好，再来是这个，再来是这个，再来是这个啊，不能开了，好，就这样吧。转完开我们龙科喽。这边是全部转完的一个部分。开龙科可以延长他的 CD 一回合，所以还不错。这龙科可以预防说真的是更新的状况出现，我们还可以把它给带走。好，绿珠多一点，其实也不用绿了，这样就好了。好，
这公猪，OK 啦。你看这对伤害这么厉害，你跟我讲打不过，好，这边顺利通关了 ，OK。只是花的时间有点久，那大家就是看有这对的话，可以用这对玩玩看喽。